幸能够在这次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所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中荣获金奖。很开心我能够从这次比赛中和朋友学会了要学会配合，以及为他们在歌曲中打下基础。由于我们是国中成立的华乐团，我们也很感谢顾问老师以及赞助商从之前到现在一直为我们的支持。在练习当中，我是感到非常压力的，因为我是三个人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练习的时候，我遇到问题就是配合的部分，所以我会一直重练这个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好声部之间的配合。也很感谢苏东烈老师给予的指导和鼓励，也谢谢评审以及主办单位，让我们可以在这次比赛中学会更多。谢谢。我们是始终华乐团，来自马来西亚雪兰莪。今天是2023年7月9日，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所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演奏曲目为《永远同在》。